呢个鸡油泵是可以换的，只是换呢个鸡油泵。呢度咧唔系打平佢噶，即系落啲油，薄薄茶浸油落去，有油压积咧就用油压积嘅，冇咧就要用锤仔慢慢打啦。又系点对点，点对点，摆落去，先落啲油。跟住落焗蓋，螺絲去咗邊呢？螺絲啱啱好，哇！手都軟埋。
有啲真好加啦。呢兩粒好容易塌牙嘅，所以我每一次咧都係最 last 先上，上實曬其他，跟住咧輕輕上一上算啦。呢兩粒三蚊靚佢，靚咗啦～